这是我吗？这是我。总有人说我们很像，告诉你要在家待着，眉眼、鼻子、神态，好啦，说话的样子，牛奶喝了。可是我并不想和他一样强势、固执、不信、不讲道理、斤斤计较、不收蝙蝠。我上回去想吃什么，等一下，不分场合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老是不敲门，把衣服搞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寝室里也是。也不管我是不是已经长大了，真的很烦人。我曾经坚信一定只有我的这个妈妈可以这么讨厌，所以我不想像她一样。那带床棉被吧，我长大了，离开家，去拥抱自由，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遇见新的人，新的问题，走进别人的生命，也开始接纳别人走进我的生命。曾经总有人说我们很像，可就在那一刻，我开始怀疑，即使再努力，我是否真的能像妈妈一样，那么固执，那么斤斤计较，那么不修边幅，那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那么烦人。是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否能像你一样，那么讨厌。妈，还有呢，此刻换我爱你，就像每一刻你爱我那样。蒙牛中国幸福年。